是呢，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迷茫，因为缺乏了主的话，他们的生活失去了方向。是的，如今很多的年轻人都渴望自己的生活被神而改变，可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又非常的模糊。那么年轻人应该要如何做才可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呢？下面就有请金华台团契的弟兄姐妹来告诉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。请欣赏说唱快板耶稣你在哪，掌声有请。年轻人多多的来了解和认识我们的主耶稣，阿门。